打击跨国犯罪，开展国际追逃追赃是正义的事业，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。中国执法机关严格根据国际法开展对外执法合作，充分尊重外国法律和司法主权，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，有关行动无可非议。美方无视基本事实，别有用心地对中方追逃追赃工作进行污蔑抹黑，中方对此坚决反对。我们敦促美方立即纠正错误，切实履行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、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等国际条约的义务，承担国际责任，不要沦为犯罪分子的避罪天堂。